台北市街头阳光微微露脸，不过进入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明显大降温。东北季风即将报到，预估周一北部气温一口气再降个4到5度跑不掉。早晚温差有大概有差个5、6度，应该有。有露水那一种意思，寒露最少也有5、6度了，下降了。早出晚归要注意，因为露起寒冷，长袖外套得跟着出动。而这一回国庆连假，南北天气两样情，北部东部潮湿凉冷，南部则是维持干燥温暖的好天气。东北季风增强，一直到礼拜二的这一段期间，一整天的温度在北台湾可能只有在23度到26度，但是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会特别明显。10月10号在台中晚上放烟火的话，其实水汽也不会说太多，是 OK 的。今年焰火指数满分，预估国庆当天有10万人会涌入台中。至于小犬刚走，布拉万已经形成。布拉万，不过未来它会朝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，对台湾的天气也是没有影响的。虽然布拉万台风不会直接影响台湾，但是十月仍然属于台风旺季，热带扰动的威胁还没真正画下句点。环宇新闻客观陈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。最具爆点的政治内幕，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，解析社会万象，探讨国际大事。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，请锁定环宇一把抓。